see you, you make my pulse rise.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be so hypnotized. There's something nearly your touch, baby. The way your body's moving me, and I don't know where this soul will go. Oh, nobody knows. Over there? Because I have no idea where the people are. I've never fallen in love so deep. I run, I trip, I fall. I just can't find my feet. If I don't try now, the chance will slip away. I'll bury all my doubts, and I won't be afraid. There's something I could never see. Now my heart is open, and I believe. And I don't know where this soul will go. Nobody knows. Oh, out of nowhere it came to my life. You walked in, let you open my eyes.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新人进场，掌声欢迎。好，首先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第一对小花童，非常的可爱哟。姐姐呢自己在前面撒着花，然后弟弟呢留在后面了，弟弟赶快跟上哦。好，接着来欢迎后面第二对可爱的小花童。哇，非常可爱的进场，来邀请现场闺蜜们要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我们第三对花童来了哦。哇，有一位还坐在宝宝的肩膀上哦，宝宝也是花童之一啊，今天呢融入了我们花童的队伍里面哦。哇，然后小妹妹在旁边撒着花瓣哦，非常非常的浪漫哦。好的，再次请大家给我们今天的小小兵一个热情的掌声。好的，接下来再次请大家将你的目光挪向后方哦。现在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男女冰相，掌声欢迎第一对男女冰相，欢迎。男女冰相也要来引领新人进入幸福的殿堂哦，这都是呢我们幻念以及呢易柔人生当中最好的朋友了。那第二对伴郎伴娘请，好，也请大家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好，第三对男女冰相请进场。好，我们幻念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朋友，今天呢都一起来到现场了，有的从国外远道而来，那有的人呢从各个角落来到这边聚集在一起，一同来祝福他们，再次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接下来请大家拿出你的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男方主婚人，掌声欢迎欢迎的爸爸妈妈。将你的目光挪向后方，我们要拿出你今天的吃奶的力气哦，要拿出你最大最大的掌声来欢迎今天最帅气的男主角，来欢迎焕焰以及我们丈母娘进场，掌声欢迎今天最帅气的白马王子，来牵着丈母娘缓缓步入幸福的殿堂，即将呢要跟我们丈母娘一同来迎接她的美娇娘，请大家再给焕焰一个热情的掌声，带给我们美丽的丈母娘一个热情的掌声。好，请向后转。接下来这一次呢，不只要请大家拿出你大大的掌声，还要拿出你最大的尖叫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最佳女主角煥諺以及爸爸进场。所有的贵宾朋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让我们欢迎最美丽的女主角煥諺，牵着爸爸的手进入幸福的殿堂。今天呢，爸爸挽着女儿的手，心中一定百感交集哦。今天要将女儿的幸福来交到我们另外一位男生的手上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焕焰的手上。相信呢，心中百感交集哦。来，给爸爸热情的掌声，也给我们的煥諺热情的掌声。好，今天呢是我们焕焰以及煥諺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天哦。我们都说
女儿从出生开始就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从出生开始就由爸爸妈妈牵着煥諺的手学写字，牵着煥諺的手学走路，牵着煥諺的手去上学，牵着煥諺的手学骑脚踏车，也牵着煥諺的手来经历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爸爸妈妈从小将煥諺视为心肝宝贝，尤其煥諺更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哦。我们看爸爸非常的感动哦，还有我们煥諺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所以请大家先来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好吗？我们女儿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呢就一直照顾她、爱护她、保护她，一直将我们女儿养育到现在这么大了，要将女儿来交付给我们的官员。旁边的朋友笑得这么开心，爸爸心里很难过的，旁边笑得这么开心哦。那爸爸今天呢要将女儿来交给女婿，相信呢心中呢一定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我们妈妈一定也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哦。今天要将女儿来交给我们的女婿，但是我们要请爸爸妈妈不用担心，相信呢我们的焕念一定会用他人生当中最大的爱来照顾他、保护他，将他当成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另外一半，从此以后呢一定呢会好好来疼惜自己的太太，会好好的来照顾 Vivian， 所以邀请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可以放心的将女儿来交给我们这一位最佳女婿哦。那现在我将邀请我们新郎官将你的右手伸出来，好，请爸爸来将女儿的手交到焕念的手上，爸爸也请将手放上来，妈妈也一起。好，我们请现场的贵宾朋友一同用掌声来见证这一刻哦。这个交付仪式呢，代表着我们新人从此以后呢，就要将我们新娘交到新郎的手上哦。从此以后，就要由焕念接下爸爸妈妈身上的重担，好好的来照顾煥諺。好，那现在请将手放回来。现在我要请爸爸还有焕念要来交换煥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位置，请换位置。好，请煥諺来拥抱一下妈妈。谢谢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感谢妈妈生育之恩，谢谢妈妈您辛苦了，谢谢。好，那我们请煥諺来抱抱前世情人，谢谢爸爸照顾我养育我，也谢谢爸爸为我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谢谢爸爸。好，那也请我们的焕念来抱抱我们丈母娘，来跟我们丈母娘保证一下，从此以后呢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女儿。好，来抱抱我们的丈人哦。哇，从此以后呢这个重担真的要交到我们焕念的手上咯。好，那现在请我们新人手牵手来跟爸爸妈妈深深一鞠躬，致上我们最大最大的谢意哦，一鞠躬。谢谢爸爸妈妈生育教育以及养育之恩，也请大家一同用掌声来见证。好，谢谢。那现在来请爸爸妈妈向后转。好，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同欢迎今天的女方主婚的入席，掌声欢迎。好，接下来呢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同欢迎新人进场，来一同上到我们幸福的舞台，掌声欢迎焕念以及煥諺。好，我们请焕念来牵着我们的美丽的新娘子来到我们幸福的舞台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邀请双方主婚人一起来到幸福的舞台，来邀请焕念的爸爸妈妈以及煥諺的爸爸妈妈也
也请一起上台。那现在呢，我们晚宴进行之前呢，天放晴了，表示呢我们的欢宴以及呢我们煥柔人生当中一样会如此的顺遂哦。在这边先来祝福今天这对新人，可以恩恩爱爱一世情，甜甜蜜蜜两相随，郎才女貌好姻缘，白头偕老到永远哦。那当然，今天我们新人呢跟双方主婚人呢对大家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谢哦。所以这边呢，我们要请欢宴的宝宝代表来跟大家说几句感谢的话，来，爸爸请。各位，我用台语来。好，不要紧，大家拢听有。咱这在这亲朋好友啦，啊，甲咱鼓励啦，啊，我安尼，这个囡仔拄啊，我上细啊呢，哦，哎，即马成人了呢，吼。对啊。对啊。哎呀。啊，你是足欢喜啊！啊，搁予恁遮大家拢来甲阮迄落吼，啊，我心情是有够好个好啦，吼、哦，嘿，啊，希望大家搁继续甲阮鼓励一下，掌声惠子！哇，非常非常重要吼，掌声惠子，爸爸上欢喜哦，带你抱金孙啦，吼。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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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谢谢啦，嘿。啊，谢谢。来甲迄落吼，好。好，谢谢爸爸，谢谢。来，爸爸，请把麦克风交给我。那今天呢，我们新人呢，跟双方主婚人呢，对大家感谢，我们都用果汁来带我们走敬酒的一个仪式哦。所以，请大家将您的手杯的酒杯斟满，来端上去。来，让我看到你准备好了没？如果你准备好了，贵宾朋友将你的酒杯举高好吗？让 Apple 看到你的酒杯。来，我看到后面美女的酒杯了，他们举高了。来，这里的朋友们，来将你的酒杯举高。还有主桌的贵宾，来来，赶快先把我们的果汁斟满哦。我们准备把酒杯举高，一同来祝福他们哦。好，那我们台上要等我一下，来台下贵宾朋友先来练习一次哦。等一下，一鹏数到三，请你一起跟我说“祝你幸福”，有没有问题？肚子很饿哈、哦，都没有声音哎，再一次哦，有没有问题？哎，怎么会有逼车的声音呢？是饿到逼车吗？再一次哦，大声一点哦，有没有问题？好，这个音量就对了。好，那我们这次要正式来了，等一下数到三，一起说祝你幸福哦。预备，来，请将你的酒杯举高，准备，一、二、三，祝你幸福，请干杯。大家共饮这杯甜蜜的酒，祝福新年的感情可以长长又久久哦。那那个酒杯来对酒个柠檬搭，来祝福新郎新娘，每年会当抱紧生一对胖娃娃，这是爸爸最期待了。明年呢，可以赶快生一对胖娃娃，让爸爸妈妈来抱在手心里哦，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啦。那现在来请我们新人跟双方主婚人手牵手，来我们深深一鞠躬，来跟大家致上今天最大最大的谢意哦。那请所有现场贵宾朋友将你的掌声准备好了，来一鞠躬，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前来祝福婚宴以及煥柔，谢谢。好，那我们请我们双方主婚人可以先入席，哎，爸爸妈妈请先入席，谢谢。好，那么今天呢，美食佳肴也已经来到大家的桌上了，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尽情的来做享用。那今天呢，我们本来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证婚仪式呢，但是呢，在稍早的时候，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比较晚来的贵宾朋友，大家都有福了，我们可以同时一同来做见证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来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的证婚仪式哦。首先呢，先来邀请婚宴呢以及煥柔要来交换他们的誓言哦。来，我们老公先请好了，来，先来跟老婆来说出你的誓言。因为我老婆帮我买了一张卡片，但是我觉得不够写，所以我改用一张 A4 纸，两页的。哇，掌声鼓励哦，一个卡片不够写哦，我们要两张 A4 纸才够。那我爸爸是用台语跟大家讲，然后我挑战用英文跟大家讲。好的，来，先来个热情的掌声。亲爱的 Vivian， 今天我站在你面前，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好
亲朋好友见证下，诚挚的心向你发表我最真诚的感受。Today, surrounded by our loved ones and blessed by the beauty of this moment, I stand before you with, to share my heart, my soul, my promise to love and cherish you for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From the very first moment our paths crossed on that fateful day in Beipu, Jinzhou, I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about you. I have found my other half, the missing piece of my life's puzzle.Even in the darkest of times, your unwavering love has given me strength when I needed it most. Your kindness, your laughter, and your support has filled my life with joy and meaning. You are my rock and my closest confidant. Our love has propelled me forward, igniting my belief in myself and the endless possibil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Therefore, I promise to hold you hand in hand through all the seasons of our life's journey.I will be your constant companion. I will share in your joys and sorrows to support you through challenges and to celebrate every triumph by your side. I promise to laugh with you in times of joy, to share in your sorrows, and to be a shoulder to lean on when you need it most. I will strive to be your comfort, your solace, and your safe harbor. As we embark on this journey together as one, I promise to love you every day, to honor the commitment we have made, and to cherish the love that binds us.Through highs and lows, the laughter and tears, I will be by your side, holding your hand, and walking this life together. With all of that, I pledge my life to you and my love to you today and for all the days to come. Forever yours, Donny. 掌声鼓励，这是我们欢迎对老婆深情的誓言。好，接下来请将麦克风来交给我们的太太，来由我们的煥柔来跟老公说出他心里的话。Dear Donny, my love,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与你相识相恋，就算只是个偶然，仍然奇妙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32岁这一年有了新的身份，你的妻子，并且与你共组了一个家。谢谢你成为我的伴侣，为我遮风挡雨。疲惫的时候，只要看到你眼里的疼惜，我心里难受的感觉就会烟消云散。你的包容大度是我的福气，愿我对你也能始终温柔。想一想一路走来平安顺利的我们有多么幸运。说了这么多，我最想说的是，亲爱的老公，谢谢你给我一个家，阿黑一个无比贵重的终身的承诺，让我们一起共同打造这个幸福小家的未来吧。我很期待也很珍惜。 Love Vivian。 来，也请大家给 Vivian 一个热情的掌声。来，现在呢，他们要将他们的彼此的誓言来放到我们的红酒箱当中哦。来，先将我们的红酒拿上来，以及我们箱子来，请上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桌子请，谢谢。来，相信呢，在很久年以后呢，他们两个呢再去打开我们这个红酒箱的时候呢，再来看到彼此的誓言呢，是不是呢来印证一下我们之前讲的话呢，在后面呢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印证啊？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将我们的红酒来放到红酒箱当中。好，请打开红酒箱，来将我们的红酒摆进去，以及呢我们的情书也一起摆进去哦。那我们所有现场的闺蜜朋友一起来做见证哦。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呢，几年以后呢，他们再次打开了这个红酒箱的时候呢，是不是呢实现了他们彼此的承诺？请大家再次用掌声来送给我们 Vivian 以及我们的欢迎，谢谢。好，接下来呢，他们要在我们的见证之下来交换戒指哦。来，请芊芊为我们递上戒指。哇，今天非常可爱的小花童。好，我们请老公来先为我们老婆戴上戒指。
戒指一戴代表了我对你的承诺，也代表了以后呢要照顾你一辈子，以后呢你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一位。好，那现在请 Vivian 也为我们欢迎来戴上戒指。好，听说这个戒指呢到底能不能戴到手里哦，一次到底了，表示呢这个老公以后呢一定会非常疼惜老婆。好，那我们一起啊来这样掌声来见证呢他们交换我们戒指这一刻呢，表示从此以后两个人呢要手携手来共度幸福的后半辈子哦。好，来一起让我们的摄影师来留念一下。好，来见证呢我们的幸福的这一刻，也要再次感谢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好，那现在呢相信呢大家一定跟我期待的看到我们这深情的一吻，好不好？但是这一吻到底吻多久应该不是我来决定嘛，来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决定一下，我们这个吻大概要吻多久呢？你们觉得要吻几秒？有没有人要出声？有吗？有没有？哎，大家五秒，我只听到五秒，这么少啊？五秒就可以了吗？要吻几秒？五分钟。谁说五分钟？你先出来吻一下。五分钟了，谁说的？谁说要五分钟？好了，我们来十秒钟好了哈。来，我们面对面来深情一吻哦。等一下，平常没有接我们那个手，不知道摆哪里，老公，老公。来，老婆们手可以环到老公的脖子上啊，哈，来来，现场一起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还没有。等一下，焕佑为什么要吸这么大一口气？你刚刚接吻的时候气都被吸走了，是不是？好了，娶到这么美的老婆哈，气都被吸走了，应该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哈。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新人呢也可以来入席用餐哦。来，请大家再给他们个热情的掌声，也感谢大家一同来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哦。来，掌声鼓励，来欢迎新人入席。好，那我们今天呢焕燕以及煥柔也相当相当用心哦，在大家享受美食佳肴的同时呢，也聘请呢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乐团来到现场为大家做现场演奏哦。等一下呢即将陪伴大家一个美好的晚间时刻哦。
哇，一首浪漫的作品 If I Ain't Got You 送给现场的朋友，感谢现场好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好，现在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就收到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对我们舞台上的表演者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因为是在草地所以都可以穿白鞋。我跟你讲，我会乱跳，我不管了。我会乱跳了。然后四个爱心，哒哒哒哒，四个爱心，然后就 rolling， 完扭扭，扭扭。又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舞步。又好，那等一下请大家注意哦，当我们的仙女棒使用完以后呢，我们备有水桶，请大家将仙女棒来放到我们水桶当中，以免去烫到我们旁边的朋友哦。好，那现在请将我们手中的仙女棒点燃，然后我们要一同来迎接我们新人进入幸福的殿堂。过来，好，那请贵宾朋友拿到仙女棒点来以后，请将你的仙女棒举高哦，举高到我们的头上哦。来，我们将我们仙女棒举高。那我们就走了。好，再过几秒钟，我们即将用我们的仙女棒牌来迎接新人进入幸福的殿堂哦。所以，请大家赶快将你的仙女棒点燃，然后将你的仙女棒高高举起。好了，现在就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人二次进床，掌声欢迎。是大家的热情，那没有拿仙女棒的朋友也请给我们煥諺與亦柔热
非常感谢我们现场闺蜜朋友一同来做互动啊！首先来欢迎陈永英，在哪里？欢迎永英 ，Y Y 是不是？好，来白莎莎，来 Alice， 欢迎，再来是我们的叶青怡，欢迎叶青怡，来请往前，还有尤雨涵。以及卓嘉瑜、谭艺昕，请出列，来我们座六位美女，来请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好，就站在那一阶，对对，就在那，对对对，就在那，好好好好好，好，先上台，先上台，谢谢。来，一边帮我站三位哦。好，来帮我拉好你的缎带哦。我们先来照一下相，这一位非常专业，来拉成这样才漂亮，所以你的帮我收短一点，谢谢。好，来收好你的缎带，我们先来照一下相。来，新郎官把老婆的腰搂好，让我们捧花往下拿，才不会挡到脸哦。好，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来先来拍一张照，预备，三二一。好了，那请现场一起倒数三秒钟，我们要将缎带来拉下喽。老公老婆要搂好，不要被拉走哈，抱好哈，来预备，现场倒数三二一，请拉。哦，哎，哇 ，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哇，是我们的啊，白莎莎，恭喜恭喜，我们国外的朋友，好，来站到我们新娘子的身旁，来来来。来，小帮手，我们的礼物帮我们拿出来好吗？小帮手，来，男生的花叶串，来，我们礼物。观众朋友们，现在合影一下，我们要送礼物。对，我们送礼物，来，一起上台，我们送个礼物。来，我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礼物非常非常用心，对不对？是由 Vivian 呢跟煥諺呢非常非常用心准备了，是我们多肉植物。来，先上上去，来，先让我们的新人来送礼物啊！是超级可爱的特色婚礼小物呢，也是我们新人呢给我们朋友的祝福。包装上面都写了植物的名字哦，而且里面呢非常用心，有富有如何照顾这些多肉植物的文字，请大家呢回家好好的来爱惜它、爱护它哦。好的，来，我们一起来合影一下，拿着你的可爱的多肉植物，来看一下前方摄影师。来，三，来往前，把我们礼物往前，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这位这五位美女。哎，我们莎莎可以来讲个话吗？可以来祝福一下新人吗 ？OK， 来。好，你要祝福，我要靠近一点。好 ，OK， 好，我今天晚上非常想说要说感谢 Donny， 感谢 Vivian。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当我台湾的妈妈跟爸爸，对，然后想说我就祝福你们一辈子的幸福。对，就这样，谢谢。好，谢谢莎莎的祝福哦。可见呢，我们的 Vivian 呢，还有呢，我们的煥諺在他人生当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也受到你非常非常多的照顾，刚好呢，将这个幸福来延续下去哦，也送给我们莎莎，希望很快可以听到他的好消息哦。胡非凡在哪儿 ？Mark。来，接下来雷仁佐，你帮我拍他们进场，那就他们的那些。仁佐，再来是包彦斐，有汪义增 ，Peter， 再来谢明宇，明宇请出列，还有我们的蔡耿维请出列。好，来，请出列，来，我们这六位帅哥，来，一人拿一个袋子哈，来，你们以为就是轻抽一下捧花吗？没有这么简单好吗？我们这个游戏有经过设计的，一人一个纸袋哈，
怎么做？来这里站好，站好，来前面站好，对，面对 yes， 来面向我们的新郎官，一人一个纸袋哦，哎，少一个。好，这个你从 yes， 就是我们的花椰菜会抛出去，然后呢，请你用尽你的生命将花椰菜接起来，你要不要跟他们解释一下 ？OK， so I'll throw this out。Yeah, try and catch it with your bag. Okay, that's it. What do I get if I win? Everyone at the same time. Yes. 哎、yeah. 欸，少一位嘛，来，再一个袋子给他。对，六个。二四六七，没关系，没关系，都有袋子就可以。好，来 ，Are you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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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给你，给你，给你，来啊！胜负哎，太强了，太强了。OK， 啊，真的、哦，女朋友在现场吗？来来，请出列好不好？女朋友在哪里 ？Girlfriend， 我能抱住我哈。来，请出列。一个电池。哎 ，Donny， 干杯！酒气一个。喝一杯，干一杯。来来来，直接求婚吗？是不是？直接求婚吗？呜呜呜！Yes！ 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我拍戏了，我拍戏了。两个不太熟吗？为什么站这么远？来来来来，对啊，来来来，上台，你们先来合照一下，好了哈。来，我们拿到，那你们等一下啊，这些朋友等一下，还有礼物要送给你们。来，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三二一。来 zoom 一下 ，zoom in，OK，、okay, 恭喜哇，女朋友也非常漂亮。好，等一下，来我们的这些帅气的男士朋友，请上台。来，我们送礼物，来送多肉植物，来，了解，了解，了解。一样，这个多肉植物来送给你们，请你们回家好好的来照顾他们哦。没注册他的名字，回去呢，请好好悉心照料，好好的浇水。OK， 好了，面向前面，来，我们来合照一下 ，take photo。OK， 来，预备，三、二、一。好了，恭喜，恭喜，恭喜！好，谢谢，请入席。好，谢谢。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游戏呢，叫做散播爱情，散播爱。每个人的桌上都会有一颗心形的气球。来，现在将你的气球，你现在手拿到气球的朋友，先将气球举高，让我来看一下好吗？好，非常好。来，每一桌都有一个气球，来，赶快帮我把气球传下去。每一桌都有气球，在传气球的同时，请将你的耳朵借给 Apple 一下。等一下呢，传气球的时候呢，请往上抛，不管你要抛给对面、抛给隔壁都可以，但是请勿原地打转，好吗？一定要传下去，不然我们就犯规了。还有呢，如果你都不传的话，也表示犯规，这犯规呢是要处罚的哦。所以请大家不可以让地球掉到地上来哦，因为我们是草地，掉到地上就咚一声，就表示你们弃权了。你们这一桌可能就没有礼物可以带回去喽，所以请大家不要让我们气球掉到我们草地上哦。来，还没有拿到气球的桌子，请举手哦。来，那一桌没有拿到气球的朋友们，请举个手好吗？都拿到哦。哎呦，你看很会玩哦，已经抛起来了，表示非常的厉害。好了，那大家都准备好了，这一桌朋友拿到气球吗？边边有哈。好 ，OK。那等一下呢，我们会下一段音乐。音乐下的时候呢，就开始传动你手中的气球。那要停的时候呢，我们画面就会喊停，就请你停下你手边的动作。好了，准备好了，老师，音乐请下。好吧，哎呀，
可以，不可以再动作了。好，来，停，不能再动作了，来，不要动，来，谁抱着气球？亲爱的大家，请将气球拿好，停了。好，非常好，不要再动了，那一桌，那一桌犯规哦，而且现在那个球落在中间，表示整桌都要受处罚、哦、来，赶快拿好，非常好，这位美女把气球拿起来就对了，恭喜。好，来，我们请得奖的朋友来，请到前方来排队哦，来排队领奖。来，请到前方来领奖哦。好嘞，我们一边上台一边站三位，来，请先上台。One two three， 来，请上台一边三位。来，小帮手，请帮我上礼物，谢谢小帮手。好，你上去啊，上去。来那边，那边先生那边三位，一、二、三，好，三位 ，OK， 来上礼物。等一下，下一梯，下一梯，弟弟等一下，弟弟等一下，弟弟等等等等。谢谢你，好，来，我们拍个照，来看一下前方，预备，三二一，好的，恭喜哦，恭喜你们，谢谢，好，请入席。来，下一梯次请上台，一边帮我站三位，来，谁先上谁先站，来，一边帮我站三位，谢谢。来，新郎身边，一二三 ，OK。来，新娘子身旁，一二三，可以啊。来，站好，你去换站好。请站好。不断不断，你那个好，那我们这个礼物呢也非常非常用心哦，是我们糖宝宝的手工香皂哦。那我们新人送礼物的同时呢，也同时在做爱心呢、哦。好，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来预备，耶、yeah, ，三二一。好，恭喜，好，请入席。来，下一梯次请上台，一样帮我一边站三位哦。我们这个手工香皂呢，是唐氏症基金旗下呢手工皂品牌爱皂式的产品，每根手工皂呢都是唐氏症的朋友们依照工序完成的哦，所以呢是非常用心的一个礼物，来送给大家。来，一边一样帮我站三位哦。下一梯次请上台，一样一边帮我站三位哦。嗯，我用过、哦、就 HS 三雄混，对呀、啊，对呀、啊。恭喜我们唐氏宝宝的手工皂来送给你们。来了，你就 OK 就开机了。好，来。OK， 来看一下前方摄影师，预备，预备备，三、二、一。OK， 恭喜，恭喜我们这六位幸运的贵宾。好，来，我们下一批次请上台。好，来，一起上台，好了，一起上台，来。恭喜恭喜！好，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哦，三、二、一，好的，谢谢，恭喜我们这七位中奖的贵宾，好，也恭喜我们所有得奖的嘉宾朋友们哦，回去记得去买乐透哦，非常非常 lucky 哦。好的，那我们新的呢现在也要开始来主桌敬酒了，来邀请现场贵宾朋友先将你的酒杯斟满了，待新人来到你们桌前的时候也要来跟他们说声恭喜。喝酒请找我，喝酒请找我，哎，一柔一起来啊，等一下一起来，对，
干杯，我干杯，你随意。Like, no, I'm just saying. Thank you guys for helping me out, eh? 好，来把别针别起来。Does that mean you're doing some shots now? Yeah, sure. What we're here for, I guess. There you go. What? 哎，那妈妈问说都单身吗？我们现场很多美女啊，都单身吗？哈。Yes. Are you white tie? I am. Okay.好嘞，来来站好来看，预备，三、二、一，哇！来比一个很会喝的手势，好不好？啊，三、二、一，哇！好了，我们的新人呢开始着装敬酒了，那我们港九部队请出动了，来 ，OK。好来一人一罐哦，直接来了哦。小罐的两罐，小罐的两罐。等一下，不过再继续补给，不过要再补给下去哦。我们先拍一下哈，一起碰杯。OK。来干杯一下，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来来，干杯，干杯一下。干杯啊！干杯，干杯。我有double 吗？对。好，来准备哦。好嘞，三二一，哇！好的，来，我们现在开始着装敬酒。你吸的还行。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干杯！对。对，好加一分。谢谢。干杯！谢谢谢谢
容易了，容易了。开心，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跟妈妈走，跟妈妈走，跟妈妈走。来啦，那个讲过哦。妈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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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赞赞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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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谢谢。哦，驾校的人上来啊，会到来。你别跟着他不，跟着他不，跟着他不。那是去什么？准备要备考。准备少年队。啊，这是关，这是关，传说中的关，阿丽的老公，阿丽老公，你好，你好，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没有，你们可以跟他跟我们当九部队尬啊，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阿丽阿丽，干你，帮忙帮忙，大小舅舅，超专业啊，你们对不对？六个哦，对啊，跟你们干啊！恭喜恭喜！谢谢，这是我们 DHL 的高雄同事。哦，谢谢你们，等很久了，等很久了。高雄会这么远，感恩你们。谢谢，来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我那个大学同学，文藻的大学同学，文藻大学，谢谢，年轻有为，同学好，谢谢，大学同学哦。哇，那个是你的，还记得吗？哦，漂亮美女，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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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正，他兄弟，也是很老朋友。好的，恭喜恭喜，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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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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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北桥啦，你去什么北桥？哈哈哈！来，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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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对你带一顿啊！还叫你不要给你们抓。
啊，进一百，还佫进一百，做到啦！哎呦啊，哎呦啊，就车车到啊！谢谢大家。恭喜恭喜！还有哦，还有。我知啊，你哥啊，你唔知？大家你好，二哥，再见。哎呦，小姑啊，小姑，高雄小姑嘛。对啊，高雄的小姑。龙刚，我妈，妈喝醉了，不好意思。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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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帅哥要不要再过到这边来？嘿，这边来，嘿，对，好 ，OK， 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来，你会挡到，你再过来点，哎，好，对啊，帅哥，好，对，来，帅哥，一个微笑。